我经常用萝卜快跑打车，我家就住这附近。这车啊，还挺有科技感，挺酷的。我感觉这个挺方便的，然后它这个流程跟普通打车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它这个主驾是无人的，感觉挺奇妙的。这个无人驾驶让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挺节能环保的，坐上非常舒适干净，体验感还是比较新鲜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呢，咱们这种无人驾驶的车，因为是机器开的嘛。能开成这样已经挺牛的了，是希望它能尽快的全国普及吧，希望无人驾驶可以普及到全国。我期待北京有更多的无人驾驶车辆上路，能尽快拓展到更多的地方。